启德，启德德，我都想咁充电啊！唔使心急，我哋都得噶。政府推出20亿元 EV 屋苑充电二资助计划，资助屋苑停车场安装充电基础设施，之后车主喺自己车位加配充电器就得啦。行几日都仲有电，悭钱又环保，屋苑都升级。未换电动车，谂下一换一计划啦。屋苑有电充，揸 EV 好轻松。